It's me. OK 啊，这个他讲哦，一个 neutral 的 atom 嘛，atom 都是 neutral 的啦，就是讲它的加跟它减一样多。OK 啊，第九题，OK 等下我们自己回答一下啊，因为他没有答案。第九题，OK，我们自己回答一下这个啊，说他因为他的哎是不是啊？哦，ABC 在这边，OK，说他讲哦，它的 proton 26个，它的加有26个 nuclear number 就是总共的总减啊有56。What is the number of electron and the number of neutron for that atom? OK，它的 neutron 有多少个？它的 electron 有多少个？哈，这个不用看下面，我们看上面这一点啦、啊。哈，OK，它的这个electron。就是减嘛，proton 就是加嘛，要加减一样多，所以这个肯定是26了，知道吗？跟它一样多，OK？所以 either 这个或者是这一个啊，然后呢，nucleon number 就是总共的总减，它要找 neutron 啊，比那个 neutron，你就要拿56减掉26，所以是30啊，neutron 是这一个啊，答案，OK？所以是 Ci 的，对不对？所、so, 以你要会认啊，什么是什么啊？他讲的什么是 nuclear number nucleon 是什么意思啊？这样罢了，OK，对吗？啊，nuclear number 在这边应该，哎，在那个课本的这边应该是有啊。哪一个是号码是哪一个？应该是在啊这一个啦，这哎不是 relative atomic mass。没有，其实这个就是 nuclear number 来的，relative atomic mass 就是 nuclear number 来的，它就是中心 proton 加 neutron。OK，所以大家说 number proton、number neutron 什么 bilangan neutron 那些啊，它只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特别要记得，OK 啊，它叫 number nucleon 啊，nucleon 就是中间总共几个，知道吗？nucleon。Number，说其实 nucleon 是什么嘞？哈，就是 proton 加 neutron 啊，你知道吗？两个啊，两个的总数来的，这个，OK，这个要记起来啊，大家，啊，要减的是，刚才那个是要减的，OK，第十题，所以这一个呢，他讲 periodic table。他问我们他的 proton number，你看啊，这个不是要我们背的啊，这个是要我们算的。其实，P proton number 是多少？Jensen，这个你懂吗？跟着改我们算的方法咯，一、二、三、四，打横就对了。五、六、七来的，看到吗？Jensen，懂吗？诶，Jensen 进来了吗？啊，OK 啊，就是七啊，答案呢、啊、就是七啊。OK，就是 T 哦，就这样打横算吧。OK，which、okay, of the following elements has the same chemical properties 啊？有 sifat kimia yang sama。OK，sifat kimia 看什么呢？大家注意啊，sifat kimia 看打直看，同一组 kumpulan 啊，我们要看 kumpulan group 啊，会有同样的 chemical properties。就是他们会跟谁产生反应啊？有些跟水就会产生反应啊，那些全部要打直看啊，注意啊。OK，现在我们要看这个表了，有什么特点？全部人注意啊。OK，看你的课本啊，看你的课本，8.2这边很重要啊，这个啊，171面看课本啊。OK，所以呢，打横看我们叫 period，卡拉马来文对不对？打直看我们叫 group，滚布烂。所以有18个滚波浪啊，1到18。OK，每一打横看跟打直看什么意思呢？打直看其实是好像第一组哦，注意啊，第一组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这些元素啊，它们的最外面那个圈，好像这个是 H 啊，最外面那个圈都是 E， 一粒 electron 都是 E 啊，一粒 electron， 知道讲过吗 Jason？这一组的是什么啊？它的外面 ，OK， 除了 helium 之外 ，helium 比较特别。比如说画 neon 啊 ，OK， neon， 它的最外面里面有可能有几个啦 ，OK， 它的最外面呢都是八粒的，因为它是第十八组，十八的是八来的，八粒。argon 是怎样呢 ？argon 是有三个圈，它最外面也是八粒，说 argon 啊，最外面那圈也是八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就是十八的意思。二就是最外面两粒，三就是最外面三粒，知道吗？这个是打直看啊，还有打直看，他们会有一样的特征。比如说这里啊，全部呢放进水，那个水就变碱性了，它会融化在水里面，有的甚至是燃烧，它不是融化不了，它燃烧。这里开始啊，应该是哦，因为他们都是叫 alkaline metals 啊 ，logam alkali。这一组呢全部不会有化学反应的，他们是稳定气体，明白吗？这一组啊，尤其是中间这三个常常看到的、啊、打第十七组啊，杀菌的啊，你看啊，所以打直看可以看到他们有一样的化学特征啊，跟谁会产生反应。 OK， 这样打横看什么意思？打横看代表第一个 color， 第一个 period、哦、第一排啦、第一行只有一圈，第二行会有两圈，第三行会有三圈。 OK， 就是这样啊，明白吗？ OK 啊，继续往下看。所以呢，哪一组有一样的化学特征呢？你要打横来打直看啊，打直看啊， S 跟 T， 知道吗？ S 还有 T 啊，给它记起来啊，打直看啊，如果是记那个、有化学特征。 OK， 这一个What is the electron arrangement of atom X？ 这个给我答案一下啊啊啊 ，Sheila， 全部人，哎 ，video 开会了 ，Jason， 十二题 ，Susunan electron， 我们要用哪一个啊 ？Electron 就跟 proton 一样多，一样多啊，所以你要找 proton 号码 ，proton 号码是小的还是大的？Jensen， proton 号码是12还是24啊？哪一个是 proton 号码？你要看小的号码还是大的号码？ proton number 是哪一个？ Jensen， proton number 是12还是24？我们 要看哪一个？我先问个问题先啊。Jen。OK， 对，看小的啊， 12， 因为这个24是什么呢？是总共中间，这个是 proton 加 neutron 了啊， OK， 这个只是 proton 罢了，怎么还要这样多此一举呢？其实没有多此一举啊，下面这个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拿一点，我们就知道 neutron 有几个咯。 OK， 所以重点是啊，上面那个 proton 讲它有12个加 electron 是减要一样多的，12个加代表12个减，12个怎样排？排282，对了啊，有给我答案的人对了啊。 OK， 怎样排282？为什么排282呢？它是这样啊，谁不知道这个的啊？它意思是第一个圈，说这个是 X 元素，对不对？第一个圈有两粒，大家第一个圈最多只可以装两粒，是定了的啊，知道吗？谁不知道现在记啊，第一个圈最多只可以装两粒，已经是定了的，你一定要背了。 Jensen 懂吗？第二个圈呢，它是八，因为第二个圈最多只可以八粒，也是定了的哈。所以如果你少过十啦，你第一圈装了两粒啊，你第二圈就继续装咯。可是现在它有十二嘛，对不对？这样你可以继续装八粒在外面呢。现在总共几粒啊？你看到吗？八粒加两粒，十粒了哦。That means 你可以到第三个圈，因为要十二粒啊。第三个圈，两粒完了咯。这样子明白吗？这样282就是这样来的啦，第一个圈，第二个圈，第三个圈，你有12粒。如果你有很多更多的话，你就排哦，第三个圈也可以装到8粒的，知道吗？第三个圈也可以装到8粒，最多装到8粒，这样的意思啦。
明白了，Jason，这样的话，所以282是这样来的啊，三个圈。OK， 第一个圈最多装两粒，第二个圈开始呢最多装八粒。OK， 什么是 isotope 啊 ？isotope 是 proton 一样啊 ，proton 一样 ，neutron 不一样啊。所以呢，第十三题 A B C D， 我已经讲了啊，这一个答案已经在这边了。proton 一样 ，neutron 不一样。第十三题的答案是什么？大家有看吗？Yes， 再来，第十三题的答案是，伟汉 ，Jensen， 第十三题，什么是 isotope？isotope 是 proton， 它的加一样多。它的 neutron 中间没有加减那个啊，不一样多啊，那个叫 isotope。所以 Jensen 给单词 boy 啊，那个 elements 啊，他讲两个 elements， 他们有一 same number of protons but different number of neutrons， 看到吗？bilangan proton sama， bilangan neutron berbeza， 就是这样罢了。OK， 十四题说这些是 isotope 来的 ，iodine 131是 iodine 的 isotope。哦、兄弟啦，基本上同个家族啊，兄弟啦，还他的号码就是代表他有区分。说、so, iodine 拿来做什么的呢？这个有人有答案吗？第十四题 ，iodine 拿来 ，iodine 跟我们以前读的那一个，我们风度有读过一个类似的东西，也不完全类似，可是风度有读到了这个，我们没有读到 iodine 131来做么？不过呢。这个 iodine 跟这一个东西 的联系啊，我们在风度读过，它有一个联系的。OK 啊，大家啊，立即这个你懂吗？十四题 ，iodine 131拿来，对，它拿来感应啊，看一下 thyroid gland 有没有问题啊，看一下 cholangia thyroid 有没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改变吗？有生东西啊还是怎样没有啊也不是生东西啦它有什么问题这样 OK 可能叫 thyroid 就是喉咙的那一个它叫甲状腺大家我为什么我讲跟风度读的一个东西有关啊我们有读过甲状腺有问题的话我们叫 thyroid 你听过吗 Jensen 听过 thyroid 吗 Goiter 它叫大 thyroid 它经常会肿起来的其实那个是甲状腺就是这个 thyroid gland 有问题啊 OK 说 thyroid gland 有问题、哦、是为什么呢我们在风度读到的是它的食物里面缺乏 iodine 啊学啦听到吗食物里面呢缺乏了 iodine 就会有这一个因为 iodine 是其中一个人体所需的矿物质来的如果完全一点都没有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一个 thyroid 的问题，学了知道吗？听到了，喂，学了在不在 ？video 啊 ，OK， 所以啊，你就这样记咯 ，iodine 甲状腺 thyroid gland， 可能叫 thyroid，Jensen，OK、okay、啊 ，OK， 第十五题，哪一个东西用来 disinfect microorganisms on vegetables？ 它拿来消毒的就是杀菌。在菜也就是消毒了哈，菜呀、啊、拿来杀菌，然后可是它不会改变掉这个食物的素质，那个食物是受保护到的。OK， 这个是，不是。如果讲杀菌呢、啊、哈，是这个来的啦，肯定不是 boil， 你可以去掉 boil 了。OK，phosphorus、okay? 是拿来看它的养分怎样吸收的 ，so 是 cobalt 来的这个。OK， 大家，刚才有一题哦，我要讲多一次，我它好像是真的是还有问题。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先啊 ，cobalt 60，因为它 cobalt 60可以释放出杀菌的那一个 radiation。cobalt 60 uses in agriculture， sterilization in food， 消毒。OK， 它可以用来消毒。大家、
看一个东西啊，刚才那个 carbon 的，我觉得 我现在再想一下，我觉得它是问题错了。第十七题啊，如果你有 print out 的话 ，OK， 你看一看啊，我觉得是除了，他讲全应该是全部都可以除了 the following 啊 ，except 我们要，所以全部都可以除了，应该是除了 carbon， 我觉得，因为我刚才看是 carbon 比较特别吧，其实是 carbon 不可以 ，except 我改一下 ，OK， 个抓力，只有一个不可以。我觉得很多等下啊 OK 当然OK 温素养 very good 啦哈和 Charlie OK 温素养 very good 不勒我觉得很多 molecule 和 atom 和 Charlie 其实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大家你看啊因为这三个哦他们是金属哎大家我跟你讲啊全世界看这边我要放了啊 Jensen 组成在吗学啦全世界听啊 Calcium 是金属来的哈这个不是我们吃的钙质啊什么是钙这样钙质什么这样就讲我们的骨头是金属啊不是我们的骨头呢是 Calcium 变成 Iron 了 Iron Calcium 就不是金属了它变了离子的状况它就不是金属了可是呢Atom calcium 是金属啊你知道我讲过吗就好像铁是 iron 嘛对不对或者是 ferrum 啦如果它是 atom 的时候它是铁可是它是 iron 的时候是什么啊 OK 这个这样有点奇怪是 iron ferrum 啦其实 OK 这个叫铁质你可以吃吗 Jensen 铁质可以吃铁质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营养来的啊对吗所以你明白我讲过吗如果是 calcium 啊它是金属来的啊 OK 所以金属它们可以用 atom 的状态出现金属吗但是如果它变成 iron 哦它就是它跟人家合啊它诶 re 它讲 molecule 哦 sorry 啊我看一下这个怎样 molecule 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是 molecule 这个一定是 iron 来的诶 sorry 啊这样的话不是啊哦这样的话肯定啊因为他们这样的话对啊他题目是对啊的 OK 他可以是 molecule 的状态啊 OK 因为、哦、其他的啦他们可以是 atom 或 iron 不过不可以是 molecule 肯定是咯 OK 这样子不用看了好了我们到这里先对啊好啊下堂课见大家复习一下每一课啊 Bye bye everybody